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。 大家好，我是奶美惠 Lincoln。 我们今天一家三口来看这个札幌巨蛋这边那个北海道斗士队耶。然后前两天啊，我们的台湾的大王王柏荣有先发上阵，听说打得还不错，他是他今年第一次上御军哦，那我们马上要来帮他加油了。那我去年有看他一场比赛，他就马上打出他的第一支全垒打，那我们希望他今天也可以打出全垒打哦，加油 Fighters 加油。今天怎么那么害羞？没有，加油加油，干嘛了干嘛了，难得这么害羞。刚刚睡醒。对。耶！今から入場します。楽しみだね。リンくん初めて？ね。这是我第三次在札幌巨蛋看球了，然后他看球的整个享受非常的棒，我等一下带大家去体验一下。马上一进来就看到我们的杨代刚现在在日本的三军啊，状况非常的差哦。然后这边哎呦，又看到杨代刚了，2013、2014他都是 MVP， 达比修友，哇，都是日本的名将。哎呦，这个我老婆的那个最喜欢的选手，大谷翔平哦，哇，2015也是大谷翔平哦，修黑欧塔尼，哇，人又帅气，哇，球速又快，然后啊，瓶子瓶瓶罐罐都不能带进去球场里面。现在我们已经在巨蛋的内部了，然后非常的宽敞干净，然后外面就有在贩卖啤酒、便当，哇，大家都穿着 Sapporo Fighters 的衣服，然后右手边这可以卖纪念品。王柏荣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先发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我们已经进来了，已经在开打，现在在一上，哇，大家都安静了，跟台湾完全不一样，好漂亮的球场哦，而且还有空调，哇，超棒的。然后这个每次上场的主场选手都会放他的一条歌哦，那他是他选的，但是我不能录太长，录超过5秒我就会被版权侦测出来哦。那左右两侧哦有两个很大的 LED 的萤幕哦，哦，超级大的。那现在是火腿在进攻，那整个看球的环境非常的棒，无死角的，光线也照得非常的平均。超级棒，哎呦，小孩特别的带了望远镜来看，天哪，他说还是看不到，没有听过了，嗯，你看到爸爸耶，没得，嗯，啊，肯定可以，这个。虽然王柏荣前几天打得蛮好的，可是今天并没有先发哦。那我期望他今天能代打上阵，敲出全垒打。虽然王柏荣今年是合约年啊，那我目前看起来啊，状况蛮不妙的。我觉得今年打完，很大的几率应该会回台湾的。那不管如何啦，他只要在札幌试的一天哦，我就帮他加油打气哦，赶快打出一些佳绩啊！嗯，球场里面卖的东西蛮贵的。嗯。林君，
初めてさ、野球見に来てどう？楽しい。楽しい？レン君も野球やりたい？今天对战的对手是西武队，西武队上有一个台湾选手吴念婷，我现在才注意到，然后现在还打击哦，今年他打得非常的好哦，我也期待这个可以打出安打。哇，接杀啦！奥多，加油加油，吴念婷加油！林哥 YMCA 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八局了，王柏龙还没有上场代打过。那这个札幌巨蛋这个看球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棒，那有空调，然后灯光也很温和哦。但是是不是疫情的关系，大家看球啊、加油各方面都非常的安静啊？说实在，我看的不是很习惯。那像台湾的职棒啊，就敲锣打鼓呐喊啊，就是场面非常的热闹。那可能是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也没办法，就是一直加油这样呐喊。那整体的环境啊，这个整个观看的视角啊，非常的棒。那我们坐的位置是球场最便宜的、哦，那今天票是公司送的。那这个位置差不多是2000日币到3000日币中间的位置。那其实整个看过去的视野也非常的好，也非常的清楚哦。那我们期待啊，台湾赶快啊。不管是远雄巨蛋还是什么巨蛋，赶快都给我们来一颗就对了、啊。我们期待了一整场哦，王柏龙终于上场代打了，希望全垒打。哇，三球三振啊！我们的大王终于上场了，不过三球就被 K 下场了，好可惜。然后看他就直接下场进去休息室里面了。哎，加油！看了大半场火腿斗士，九局下半才追平哦。现在西武队换投手了。坏球！哇，果然坏球啊！满垒，满垒了！满垒，满垒！九局下半，两人出局啊！我有预感，会在这一期挥棒。再见，安达！哇！三坏球，哇！再见保送吗？哇！再见保送！野球終わりました。イエーイ。9回裏で4-1、もう負けたダメだと思ったけど、ホームラン、もしかして逆転と思ったらボールボールで見事に逆転勝ち。やっぱり最後まで諦めないっていうのは大事だね。
最后的9回裏で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啦，札幌巨蛋旗，我是北海道女婿，我是奈美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下次见。